静悄悄地来过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恩，非常的开心听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激浪青春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因为回想起拍这部电影其实已经蛮久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呢，不管是导演，然后每一个演员，每一个工作人员，包括是每一个划艇的老师啊，在划龙舟的老师，在为了这部电影都尽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。你已经划进省队了。啊！辛苦大家了，辛苦，谢谢。大家也很想要看到当初我们每一个人这么用心，花很多心思还有心血去努力的电影，可以让大家看到，所以呢，真的很开心。每天都有爱，就像我的玻璃糊糊的，我做完的甜蜜都被你毁了。那很希望呢，在这里面可以让更多的人发现到《激浪青春》里面付出的心血，还有我们所要表达的精神。一、二、三，我们是最强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轩。我们都愿意让小月教练带我们比赛。微笑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但是你不确定他是不是喜欢你，他也不确定你是不是喜欢他的人。有没有怪你什么事？大家好，我是董璇。在这个戏，我是演一个校长，青春就是有活力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就什么东西都要尝试啊，勇于面对啊，就是年轻人就每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一定会去看的，因为这首歌插曲是我写的。那我觉得，电影也是非常好看，非常感动，所以，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。一个人的胜利，当然是一种成就，但一帮人齐心合力拼凑出来的胜利，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希望大家支持《激浪青春》，希望大家支持《激浪青春》。我是小兵，感谢对《激浪青春》的支持。